Hello，小朋友们好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、乔治还有面包超人一起买了三杯好吃的糖果，而且呢，卖糖果的老板说，猜猜说什么呢？什么呀？说这一杯糖果可以给他们带来惊喜呢。有什么惊喜呀？惊喜必须得用这个铲子把它们挖出来。用什么铲子呀？哇，这么大一个锹啊。嗯，用这锹来挖呀。哇塞，这里有什么？面包超人刚下来，你看里面这是什么呀？哇塞，让我来看一下。哇，漏了一个东西。对呀，咱们那快把它挖出来。好像就是要轻一点。啊，你挖到东西了吗？挖到了。挖到什么呢？哇塞，有一个黄色的蛋蛋呢。对呀。那你先把这些都挖出来吧。啊，把蛋蛋放在上面。哇，一拽就拽上了，不用挖了。嗯，我把手伸出去一拽，它就出来了。哇塞，哇，看看，好漂亮的。这种糖果是绿色的，蛋就是绿色的；这种糖是黄色的，蛋就是黄色的；这种粉糖是红色的，这个就是粉色的，因为它俩很相似嘛。啊。那咱们下面就要和谁呀？面包超人。哇，我们三个一起来猜蛋好不好呀？好。哇塞，这么大的惊喜，各自猜自己的糖果。嗯，糖果杯里头还有好玩的。我要猜我和我一样高矮的。是吗？好。哇，面包超人要猜黄色的喽。哇塞，这里是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咱们把它打开看看。哦，我看起来好像显微镜啊。哇，是显微镜。嗯，这里还有昆虫，显微镜来看这些昆虫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你先来安装，先看一下。对，先来安装，变大了吧？嗯，变大了。你要快一点给大家安上，大家就可以看喽。把显微镜组装上。对，把它们组装上。这个可以扭动的。嗯，把显微镜安上。下面呢，咱们就可以观察这个喽。看看，先把这个放这儿吧。嗯，哎，来，我给大家照一下吧。能看见吗？哦，哇，用这个吧。先看看。哇，这一照好大呀！这个是苍蝇、蝴蝶。哟，这个是什么？蚊子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还是把这个安上吧，安上看看。看起来更大了。嗯，都是一些昆虫。嗯，好，这个照的比较大。好，真的一个非常好玩的，先给大家来猜蛋吧。一会儿你再来看，好不好？实在是太大了，显微镜。开始我们的小猪佩奇喽。小猪佩奇。我要拆这个蛋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他要拆这个蛋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它像是拼装的玩具哦。哇塞，都是拼装的啊。嗯，不一定，说不定我都不是拼装的呢。我使得挺像吧。嗯。
帮我把这个摁一下。是不是少个角啊？这不是角吗？这三个角啊。哇塞，那怎么缺一个角呢？那它这个有点残制品呢、啊、那你就先给大家拼吧。大概的样子给大家拼一下吧、嗯、因为这个是残制品，说不定这个谁放里面的时候稍微掉了一下，被谁弄掉了一下，对吧？嗯。然后这个腿是按这儿的，哎，不对吧？按这边的，看起来不太对，好像是，就是按这边。妈妈，你不觉得这个龙很像那个？来，我给你按吧。这个好像就是上它的那个凉棚。嗯。这是不是个飞机呀、啊？甲龙。不是飞机。我还以为它。什么？这个可以变形的？这个可以变形的耶？是吗？嗯。但是缺了一条腿儿。那肯定是变不了形吧。好，哇塞，这个就是这只什么龙？甲龙。甲龙啊！哇塞，好威武啊！就是缺了一条腿。嗯，哦，我们的佩奇今天得到了一个残次品哦。那再来看看小猪佩奇的吧，小猪乔治。乔治会有什么礼物带给他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哎，我这个好，我有两个耶。哦，他有两个，那可以送给姐姐一个吗？啊，这漂亮的美女可以送给姐姐的。因为我不喜欢女生。嗯，咱把这个送给姐姐吧。谢谢你，好弟弟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快给我拼一下。好嘞，马上拼完。踢球了，快给我来踢一下！嘟，哇塞，好玩，好好玩的球呀！哦，好呀，今天看看这个糖果杯里给咱们带来了奇趣蛋，然后呢还得到了这么好玩的玩具。卖糖果的老板说的对，你们给我们了很多惊喜。嗯，好。看看他们都非常的满意自己的玩具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咱们就给小朋友们拆到这里吧。这个刚才掉了。嗯。哎，看看这儿，要不在这儿吧？好，就这样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